一个照面，再出毛，咬到了，跳上去了吧？这个不咬他一波，不咬。水晶的位置很危险，是要单杀，是要 solo kill 啦。半步的话，这里反而是立凯有点危险。安娜，你赶快去发育，咬到了，他好准哎，那没了呀。哎，做一个位移，要踢回去吗？不会，家里有在后面等啊，漂亮，蜂命斩。哎，这里做一个，哎。哎，只要家里又有嘲讽到那个李欣，李欣就要死。有出毛，又命中，太凶了吧！闪现嘲讽，海沙也来了，再一个毛，哎，好准，负面的，连一万一都不准。哎，下半步奈德利过来，终于暴风直接扑出去，暴形态的走过来，再往前稍微本能点一下交闪，嗯，感觉好像不用交闪，不用交闪，哎，交闪线，哎呀，开送，赛尔克，然后就不用理他，就哎勾到了。强冲击下半部旺哎、欸、啊不是啊那个加里欧 哦他们去抓另外一個、哦、我想说那个加里欧怎么连大都不按啊原来在杀人哦跳走奈德利还有跳吗扑咬一下出攻被攻回来再一颗肉在旁边往上李欣能走吗这一冲拳搭配上的是一个嘲讽 CC 接满哎碰到死了过来看一下他回去他原本的位置了红儿哇出毛重这个纳蒂鲁是等太久啦做一个龙号就好了啦反正这个下塔点掉才是最关键勾回来的位置很危险套上了个虚弱这要卖掉了吧你死的这么简单那真的是很尴尬哎提到了下去交闪什么这是什么阿闪这是什么阿闪蜂命斩咬也没中被踢了回去这个盾弓的护盾跑不起来回到了是原位来跟对方的 AD 进行一个单挑然后你再加一个狂风之力加闪现再把人都给收掉不过上半部的话飞好像也快不行了再交闪现可以哦有勾到 有个 CC 时间死一个毛但好像没中他有个咒语暴富还是差呀靠你了吗差呀可以点啊羽毛回瓜站着点不要怕不要跑不要跑了点到赢啊可以呀飞不掉上半部交闪现咒语怎么打二他怎么打一还打不赢咒语还能走吗没有死实力还好啦反正都换一只了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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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闪现，哎，有 Q 吗？有，哎呀，没扭掉，差一点点啊！那这里进到了对方的塔前，红儿拉开了剑锋的位置，还有英灵之门。哦，那这二煞师能跑掉吗？顶起来，好像是走不掉，他有一个吸血，在一个头缝踢到，哎。好像是哦哟，这波是给机会了，在旁边蜹。本纳里乌斯，哎呦，懒吗？是懒吗？懒，抓到你了！这个很贵哦，这个很贵，这个很贵，这个没中。哎，转角处勾到对方的加里欧，加里欧怎么又给机会了？这个人掉了哎，哇塞！而且旁边的话，贝贝留住这个毛出手，有机会做一个啃咬吗？月云吸掉两个人，搭配上的是英灵之门，直接降下来保护一下自己的队友。拉得掉吗？拉得掉吗？再继续留人踢走一个人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 legendary， 这个人头能够收掉的。哎，凯撒在干嘛？海沙，海沙在装忙哎、欸，不是你在干嘛、啊？他们是 open 奖是不是？嘿，蜂蜜斩，来看一下这边的话，搭配上的是腰带，它有一个护盾，飞回去了，尴尬。交出了这些惊人 Q 3直接被扭过，后面 TP 直接赶到，李欣全扭掉 Q， 这里被反剑锋往前砍，这两边在做一个二打二的对拼，踢回去了 ，Lost 很危险，这里的话还有惊人，他在后面持续拉扯，在补血了一个之后 ，Lost 持续往前砍，这个斩杀效果直接打赢了。雅宁盾攻，雅宁这边要被抓了，要被四甲喽，提上去，伤害很高，哇，你还往前，蜂命斩一套，赢了哎，回去，还能再打吗？给个赞，空了。一破局能走吗？这里飙到后面吸到交闪现往旁边走 ，Lost 位置很危险，这边又被留住了。旺的伤害也很高，但是交了闪现他没死，这个可能不能打哎。我交闪现往旁边走，蜂命斩没有救到自己的队友，这边踢走他还有一个怀表，下方鳄鱼也被哥哥击破，上次本身往旁边、你还飞进去吗？那这样子的话，杨宁伤害够不够？好像不够，这场要结束啦，怎么啦？他还有一个咒语暴风啊，他有缺，他一个都没有收掉。他下面的怎么打赢了？这里扑上去没了，还有机会可以来打吗？请个兵，把兵刷掉。命中两个鳄鱼，英灵之门直接降下去，这个伤害其实还蛮高的，直接降下去。哎，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子？你有闪呢？哇！
守住了、欸，不会吧？什么鬼？而且只掉一路哎、欸！黄飞回 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团战怎么说？哎、欸，旁边这里的话，水晶已经先倒地了。这波的团战，红金来到正面，来看一下 OW 这里后面，飞也倒地了，这波团战不太行啊！不不，右边应该会赢，右边应该会赢，蔡雅无敌，后面蔡雅的伤害是很高的。那这里的话，再往前做一个控制，可以，蔡雅无敌，哎、欸，收毛有收到，收漂亮，要赢啦！哎、欸，赢了，赢了，赢了！哎、欸，但奈德利有觉得断兵线吗？就限制他一下，不给断，不给断。那这样离开，我在了前方，他这个厄萨斯在现在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非常够的，剑锋都往前看，被对方普攻直接收掉。